And here on The Vibe, in addition to trending topics, we also feature talented individuals who are striv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of culture. Chinese artist Yan Hong is an online influencer on one of China's most popular video platforms, Bilibili. Her videos have wowed audiences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including ones showing how to replicate the complete set of silver accessories of the Miao ethnic group. From researching information about ancient wares to finding suitable materials to use, she says that her creation process hasn't always been trouble-free. Now let's meet Yan Hong, who shares with us about her journey of reviving old crafts for the young generation.大家好，我是国风手艺人艳红。现在主要从事的是国风手工创作。本来我是学医的嘛，大学毕业以后就在医院工作了两年，觉得这个职业不太适合我，然后呢我就辞职学习了化妆。当时是给新娘化妆，就会做很多的手工头饰给他们佩戴。后面就越做越多，将手工头饰饰品的制作做成了全职的。 其实，在做苗银头饰之前，我就有尝试过用易拉罐来制作头饰了。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巧合嘛，因为我平时爱用铜片来制作头饰，恰巧那一次铜片就没有了。吃饭的时候，我就无意之间看到墙角呢有易拉罐，就想着哎能不能用易拉罐来代替铜片。结果试了以后还不错，因为铝片不会生锈嘛，后面我就基本上就是用易拉罐来代替铜片了。 在做复原作品的时候，如果是朝代造型的复原的话，我就会提前的查阅很多的资料，有时候会遇到找不到准确的资料，因为网上的资料有的时候会相互的有矛盾，有的又是错误的，然后这个呢就是我那个时候最大的挑战了。为了要准确，就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在查阅更多的资料上面，比如说做宋朝朱冠的那个头饰，文字资料只会讲述有多少条龙，凤凰有多少只。 但不会告诉你它的布局，而图片呢，我们古人的画像习惯的将立体的花纹画成平面的，也就是说它没有那种透视感，它是平面的感觉，这样就会造成在布局上出现误导，我就要各种的思考和琢磨。 我一直非常的喜欢我们的传统的工艺花丝镶嵌。去年的时候，我去外地学习了7天的时间，学习完了之后，在制作上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个时候制作了一个平安锁，我将制作过程拍成了一个视频发在了网上，就有人在评论里留言。当时看他挺专业的，我就加了他的微信。他告诉我在成都有一位大师会制作花丝镶嵌，非常的厉害。那个时候我就第一次 知道倪成玉老师的名字，后来呢，我就通过我们的炫友宣传部非遗伴找到了倪老师的联系方式。我希望我能将非遗技艺花丝镶嵌学好，并将它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门技艺，喜欢上这门技艺。 年轻人喜欢我们的古风国潮，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更加的自信了。因为我们的国家强大，大家看到了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年轻人喜欢古风国潮，会让未来我们的中国文化发扬更加的容易。 我觉得文化是多元的，就像这次与外国服装品牌的合作一样，国风的纹样与外国的设计相结合，也有不一样的风韵。希望文化的传承有更多的创新。